大吗？有，多大个？我大咖的，大家好，我是竹千心。这个小颗的混元呢，也是彩色的，我们拿来当今天的元宵。今天的那个彩色的混元，我们拿来当珍珠，汤圆吃啊，哦，汤圆，或者饼啊啦，还表白了人。好帅，好帅，好的，大家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竹天心，今天是这个小颗的混元，彩色的，拿来当汤圆吃，也不错吃哦。大颗的昨天晚上拿去拜拜，拍成影片了，小颗的留着我们自己吃。好，大家一起来吧，嗨。